阿诺伊去得了异鬼，可去得了朕的心病啊。 李征贵奏：今48寨突遭北周围困，奇胜见识。北斗首领沈天书亲率大军压境，欲将48寨一举剿灭。吾为48寨首领，与北周势不两立，自当决一死战。
无奈寨中甲族军器简陋，兵不满万，此外尚有妇孺老幼数千，围聚寨破之日，牵连无辜，玉石俱焚。今托小女锦荣送信，恳请西境发兵谷中，破曹贼围困之局。臣自当率寨中义士里应外合，拼死一搏，扶起皇上锐剑决断，力争汗颜，顿首紧奏。锦荣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？姐，哎，大小姐，小心，和气生财。不生财，我生气。就在里面。爹，我都把他胳膊卸了，他还要给我磕。你！别人对你的情谊，你不要便罢，为何要打断别人一条胳膊？如若今后你对别人也有情谊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打断别人胳膊，就因为这个你要赶我下山，还要跟这群废物一起下山？有师父知分寸，有敌人知高低，如今你毫无分寸，不知高低，我教不了你。你把这封信带到金陵去。阿存会替我管教你的。我不去。今日你若赢了，便可留下；否则，就下山送信。就是高山的过去，你的如今就是我们的过去。这世间行走的都是凡人，为何不敢相信你手中的这把刀能够无坚不摧？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从怎样站起来开始，谁也不比别人高多少。这次赶你下山，就是想让你看看沙砾是如何变成高山，高山又是如何变成沙砾的。大路不走，爹为什么非要我们走小路？
金荣，山下的大路已经绝了，这就是你爹为什么让你下山送这封信的原因。之手沈天书，你爹跟你说起过吗？他怎么说的？倾覆家人，奈何做贼？你真错了。当今的天下，我是官，他是贼。
丫头，你冲我耍什么横？有本事回去宰几条北狗看看！我四十八寨多年与世无争，怎么突然招来了北狗？是不是你？放屁！一天当年斩草不除根，非要留沈天书一条狗命。如今曹贼执政，他狗仗了人势来咬人，与我何干？再不训斥杨芬，听见没有？你这人呢？拔刀！你在看什么？给我看看！我要去金陵。你放他娘的屁！你去什么金陵啊？现在山下全是北狗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带你去找你爹，一起杀他个片甲不留。今日，我爹突然把我叫到房中，说要和我比武。我以为他是想教训我，现在想，他是在托孤。他故意让我赢他，是为我立威，让四十八寨青年才俊安心跟我下山。爹，我赢了，可笑，我竟以为自己道法成了。托什么孤？把信给我。我轻敌大意，他们却为保护我而死，已经错了一步，不能步步都错。我凭什么听你一个野丫头的呀？回来！四十八寨易守难攻，即使七名北斗齐至，一时之间也攻不进去。你守着我爹，两月之内，我必带救兵回来。这是祖传的不识好歹。你的刀太急，还得磨。你怎么知道有人来了？屯上六。乘马般如，气血连如。故人到访，有缘则度。但是那个沈天书可不是个什么善茬啊！若在你的奇门遁甲阵里被拦得太久了，怕是会放火烧林。水里泛青苔，天有风雨来。他烧不起来。接人，我去催雨。看这石头，小的每跪一次就在上面刻一道痕，这都已经第十二道了。都说这甘棠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神鬼不测之计，这是他隐居的竹林。大人，我们点火，擅长者死。沈先生奇之一道，黑白分明，你棋布天下无双，为何颠倒黑白，将他乡认作了故乡？你以为棋分黑白分的是是非吗？错了，棋有黑白分的是敌我。沈先生这步棋灭的是他四十八寨，成的是你天下第一，但棋道讲求的是胜不足喜，败亦何妨。
沈先生得失心如此之重，离高手境界还差之千里。闭嘴！放火烧灵！是。拿火吧！报，竹林天降大雨，古木皆湿，火点不起来。放心，三个弹指间，他自会退。三、二、一。报！陛下有要事，召大人速速回京，不可耽搁。沈就回来了，就回来了，是锦荣。我朝西迁以来，边境一带大战小仗，三年来打了上百场。陛下年纪尚幼，我朝根基不稳，民生多艰，只得不重兵于长江沿岸，防北周铁蹄西进。曹仲坤命北斗围攻48寨，意在釜底抽薪。我朝本就已力不从心，一旦我们顾念旧情，调兵相救的话，北军便会趁虚而入，到那时便是天下末路，实乃爱莫能助啊。西境立国之本原不在兵将，而在正统。如今天下百姓遭难，西境视若无睹，视为忘恩。48寨遇险，西境见死不救，视为不义，忘恩负义，令天下人齿冷。又谈何正统？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你们比我明白。锦荣，稍安勿躁，家师定会保谷中平安。平安就算了吗？北周围我家寨，杀我父老，扰谷中千万生灵，一个平安就接过去了吗？你要什么？
四十八寨，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。我要他的命。四十八寨一日不除，北周一日难安。李家父女一日不死，先生到底意难平。但与四十八寨为敌，就是与天下英雄为敌。陛下不是让先生按兵不动，而是不要轻举妄动。可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每一把兵器都有他自己的宿命。去吧。北周宫禁森严，民间女子得以接近皇上的唯一机会，便是选秀入宫。害怕的话，我替你去。若锦荣此行遭遇不测，我朝定领天下英雄迟郎，又何谈正统？让文玉带着我的亲兵暗赴谷中救人，先保李征平安。你去劝锦荣回来。进了宫以后，身子就不是你自个儿的了。眼神里带有杀意。不过我喜欢，
燕后来我房间。击鼓驱疫，埋碎而罢。镜中成死大罗矣，逐尽阴气为阳导矣。49日之后，定保陛下龙体安康，福寿无疆。去得了朕的心病啊。来的时候，我把北斗的船桨都割断了。
他们一时追不过来。那你呢？你先走，别管我。不行，我四十八寨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。你今天救了我的命，我必须还。忘了，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欠债。你这条命，我今天非还不可。妹妹，走，解放，快！你们说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什么龙体安康，福寿无疆？西晋赵渊不过十岁，碌碌无为，却天下归心。我呢，因内乱嚷，外夷治水患，安流民。我一手镇住了北周江山，可到头来，他们叫我北狗。北狗。陛下苦心孤诣，功在千秋，又岂是这等山野小民能体会得到的？陛下又何必归罪于己身？臣听闻，法令行则国治，法令迟则国乱。陛下，行似圣驾，按律，当诛九族，悬守于城门，以警世人。请陛下勿失一时小惠而废一朝法令。查查，我说了要还你一命，如今你已平安，我还有我的事。没人能救你第二次。你本不必来救我。小时候，李叔也本不必救我。那就扯平了，以后我的事你别再管，我也不想将你们西晋牵扯进来，告辞。
边境打了多年，如今曹仲坤抱恙，西境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，没人愿意接着打。如今沈天枢于四十八寨之下按兵不动，我们回去从长计议，事情定有转机。我书读的不多，但爹讲过一个故事，我倒一直记得。他说，从前他见过一个县令，专爱养恶犬。有一次，县令的恶犬险些咬死一名书生，刚好有屠夫经过，及时砍死恶犬，救了书生。照说，这事算县令理亏，可偏偏县令心疼他的爱犬，于是他威逼利诱，让书生说他和那狗是朋友，当时只是在和狗玩耍，屠夫无端持刀杀狗，反判了那屠夫偿命。你知道我爹是怎么说这件事儿的吗？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最是读书人。你要走便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？不是因我儿是你爹救过我，还你一次。你赶紧走吧，让人看到我朝的丞相门生和玉女刺客在一起，犹如师门。我说了要还你一命，哪有还一半的道理？陛下，这是四十八寨独有的兵田，自古以来如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如今江湖人士为四十八寨马首是瞻，四十八寨一日不除，刺客宵宵便一日不能绝。陛下，斩草须除根呐，请陛下准我出兵荡平四十八寨。荡平四十八寨，你是让朕与天下英雄为敌呀？天下之事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他力争一世清明，你凭一根发簪就要搅了他，师出无名，你让朕何以号令天下？发现异物，一位刺客遗落。这个女人我见过，千真万确，就在后厨。臣裘天机也在四十八寨后山山洞中见过刺客，为李景荣遗落。陛下，此女正是四十八寨匪首李征之女，李锦荣。
存。请陛下定夺。永平年间，朕还未登基，斩了朝中几个逆臣，一时间人心向背，有刺客杀到御前。是沈爱卿替朕挡了这一刀。如果朕当时没杀他们，沈爱卿一片赤诚，如朕必罢。这次不要让朕失望。丫头，帮个忙，在这儿呢，过来帮我把头埋上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病书生？他去哪儿了？你帮我把头埋上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埋上了，你还怎么告诉我？我告诉了你，你不埋我可怎么办？何必那么费劲？想死，我一棒子敲死你岂不方便？万万不可！你杀了我，我师妹会杀了你的。疯子！你别走！枯荣手。难刀，住手！这有段大侠救我上岸，将我带入村中。他是段九娘前辈的师哥，也是你父亲的老朋友。枯荣手，一枯一荣，相生相斥。段大侠练的是荣劲，因无枯劲加持，心脉受损，日渐疯癫，滞留在了这村里。机缘巧合，竟救了你我一命。你要去复仇，我拦不住你。如果你知道趋利避害，
寻一条更轻松的活路，也就不是李金荣了。但段前辈有一件要紧事务，托你交给段九娘前辈，他已决意老死村中，一代旗下最后一个心愿，于情于理，你都不该辜负。现今你已平安，告辞。丫头，不急走。不埋。不埋便不埋。我一生杀人无数，还埋不了我自己吗？丫头，接着，这是塞外阳穗，名为琉璃珠，状如水晶。日正午时，以珠成影，取爱成之，即引火出。你回去见到我师妹九娘，把这个交给他，就说是你爹给的。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？这村子就是我的留谷地，我出不去喽。你为何这般着急寻死？我在这儿陪我的朋友们，还有九娘，我要等她回来。我不想死，寻死的人是你。我有我该做的事，只要死得其所，便是无憾。可惜了姓周的那个小子，对你的一番苦心喽。你什么意思？还有李生那个老儿，琢磨了一辈子的刀法，到头来一双儿女，一个比一个愚钝，不穿也罢。放屁！你懂什么是仇吗？别人围了你一个破寨子，你就苦大仇深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不是我要杀他，而是他要回我的家。四十八寨是我爹一生心血，不该就这样完了。杀！首独步天下，你不该就这样烟消云散。你爹难道没告诉你什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你的刀还没成。管他成与不成，杀了曹仲坤就成。你可知道这村子里有多少坟头吗？413个。我每天都会数一遍，因为他们都是我害死的。一年前我南下来寻师妹，路过这江流村，见北周苛政如虎，我便杀了他们的官员，将村里的卫兵通通给赶走了。一个月后，等我再回到这村中时，才发现由于无人把守，村子被流寇洗劫，土木灾起。从此我发誓，再也不杀人。
丫头，我不过杀了一村之长，你若杀了一朝之主，这天下又该当如何呀？还记得四十八寨后山上有个狼窟吗？那年我才八岁，我父母双双遇害，贼人将他们的肩胛骨制成了蛊术，我为他们收尸时，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。我从小只读四书五经，没见过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武林中人，我与你们玩不到一块儿去，整日只想念爹娘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将我骗到后山的狼窟里，在黑暗里，我又见到了爹娘肩胛骨制成的那把蛊术。皮给剥了，直到你出现，我才发现我见到的只是恐惧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天生与众不同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，好似没有那根筋。但这次见你，我感觉到了，你有了顾忌。我怕什么？不妨我们打个赌。这前面就是悬崖，你要是怕了就喊停，跟我回金陵。我要是不怕呢？那你就当没见过我，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你输了，你还是害怕，怕摔下去粉身碎骨。我一个闪身就能下马，
那你怕什么？你那你为什么不闪呢？看来李景龙就在附近。小时候，我爹说，当我的眼见过天地山河，心装下万古星辰，刀才可能成。哲人其伟，鹿革仙凡，马革裹尸，碧落黄泉，恭送寨主英灵。下山后，我见到的沧海横流，四野滚涂。我想杀了曹贼，结束这一切。你们所有人都告诉我，这一切没这么简单。当年我爹死于党争，李师叔接我回四十八寨前，带我看了一夜的朝，我才知道生老病死，万物枯荣，不过轮回。曹贼也罢，正统也罢，在万古青史中只是过眼云烟，真正不朽的是这天下生民。段前辈，山下全是北斗，你这是送死啊！段前辈，我就这一条命，杀一个是一个，杀一双赚一双。景龙还在山下，黄少剑告他爹死了，赶紧回来复仇。山上时，只觉得自己天下无双，下了山才发现自己不过井底之蛙。我回去就把这破雪刀练上十万八千遍。愿赌服输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哲人其伟，鹿革仙凡，马革裹尸，碧落黄泉，恭送寨主英灵。凤少剑，锦荣，跟我回去，我们从长计议。
帮我把这珠子交给那疯婆子。我们一起去把这珠子交给她。你有的是天下生民，而我只有血海深仇。我知道我劝不住你，答应我最后一件事情，将这个珠子带在身上，有朝一日你亲自交给九娘。这一别，从此山长水远，不复相见。上一次有段九娘救，这一次还有谁？还有我！不用追了。杀千刀的北口，怎么回事？好你个连真，满身是刺。几个月前，我听说九娘要嫁给李征，但她的嫁衣上少了一颗扣子，于是我赴了塞北，和北刀打了一架，把她刀上的塞外阳穗给掰了下来。我去找解药。我找来的珠子，他肯定不喜欢，你就骗他说是你爹给他找来的。他常骂我颠三倒四，我要告诉他你见过我，让他以为他是哥，还在关心逍遥快活好了。
江湖，一剑定山川，关西枯荣手，蓬莱一散仙，北刀远走，蓬莱必逝。山川剑，枯荣手，南刀，都已做了古。以后的江湖就是北斗的了。再也不杀人，我做到了。今乃大挪移近期之日，当以活人祭天，为陛下祈福。这四十八寨女刺客便是最好的祭品，饮其鲜血，赋予龙脉正殿宗位，保龙体安康。擒住逆贼之时，偶得塞外阳碎一枚，此宝珠可顺天地，合阴阳，调四时，理经脉，乃天地阳气之源。陛下鸿福，得此一宝，必将康健，万寿无疆。午时已到，开祭。傻丫头，你真以为你爹是我们害死的？你怎么不好好问问他？他们说的没错，我少年成名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，有一次被人围攻，你爹救了我。照理我应该喊他一声前辈的，可他待人却细心的要命。我喜欢他，他却知道我是胡闹，说什么忘不了忘记。后来我听说他和北斗有仇，我就想着抓一个北斗去讨他的欢喜，谁想碰到了他，打不过就下毒，被逼消人。我找了他的道，不是你爹及时赶来替我把毒逼了出来，可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毒是逼不出来的，你爹是把毒引到了自己身上。杀千刀的北哥知道你爹中了毒，这才敢大肆围攻四十八寨。今日我要你血债血偿。不要，富婆子，
不是说过袈裟上插了一颗扣子，我爹给你找来了，你不要吗？我就为了让他多看我一眼，我就一门心思地琢磨起他的刀法。我想自创一套功夫，专门克他，最好能把人强抢回来。于是隔三差五就要去一次古城，去一次拜一次，拜一次去一次。就这么耗一辈子了。人心无算处，国手有疏时。沈爱卿，这一局我赢了。陛下神算，臣愿赌服输。臣这便去传旨。让你走了吗？今日朕与沈爱卿赌了一局棋，赌他今日斩不了你。若朕赢了，他便要把这圣旨传了。你不好奇这里面写的是什么？退兵四十八寨，四十八寨人心所向，我北周攻进再严也挡不住天下英雄，更何况你四十八寨尽是忠义之士，朕敬重你们，怎么会杀你们？走吧，带着朕的旨意回家去吧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杀我，只是想将我抓来，再全虚全伪地放回去，让天下英雄看到你是如何以德报怨的。无怪乎天下人都叫你北狗，你不仅是个伪君子，更是个衣冠禽兽。放肆！破雪刀三道九式，你曾问过你的道是什么？我不愿意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一生都在刀头试行。其实江湖一点绝，说破不值钱，武学一道就是你死我活。当你把自己逼上绝路，发现除了手中的刀再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，到那时你的刀
变成了。小飞、段大郎都不在了，一路走来我才明白，破雪刀无匹的刀影不是世间无敌，而是再没有人在我左右，我的刀剑只能向前。四十八寨的性命你都不要了吗？是全身而退，还是同归于尽？可以后，若江湖豪杰看见我四十八斩，想起的都是你曹仲坤的不杀之恩，宁愿鱼死网破。刀柄上的塞外杨穗，你爹一直最知道我喜欢什么。他心里有我。恭喜，你的破雪刀成了。曹仲坤，是全身而退，还是同归于尽？啊，你自己选。陛下，西境忽然重兵压境，如今已过了江，请陛下速速定夺。我以前有一个师哥，他告诉我，世上最难莫过于两情相悦，难上加难便是长相厮守。锦荣，你不是被他放出来的，而是我周一堂亲手赢回来的。你们好好待着吧，你爹的仇还得由我这个小娘来报。我到底没告诉他，万千繁华一指流沙，何处是我家？你不回去了？来就读之前，我到了老师兵符，征调五万精兵前来救寨。为此，我自废武功，叛出了师门，才证实此事与西境无关。我已无家可归，今后只能指望代王你收留。我四十八寨可不养闲人。如今你刀成了，不知我有没有这份荣幸做你的刀鞘。长路漫漫，终有一归，我们回家了。